我们接下来还有好多的表演，我想呢马上给您介绍我们下一位出场的艺人，这位呢也是我们欢乐假期我们 AP 的常驻艺人啊，我相信呢大家都对他非常熟悉，给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曲《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》，我们掌声欢迎郑玉如，欢迎阿如姐。首歌曲哈，谢谢我们的张雄，谢谢。那我们送上这一首《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》，来献给我们在场的朋友。